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大家的 Holocure 在新版本中呢，玩到破关了吗？我们在开始玩之前呢，我先去赚了一点钱。我们要先来抽角色，没有错。玩之前呢，先把角色抽满吧。那据说呢，在抽卡抽角色的时候，还有机会直接抽到他们的造型哦。我们便大概预计要50连抽。那甚至在这个卡池里面，会有黑上，就是 Fubuki 的另外一个版本，是抽得到的。应该是比较稀有的隐藏角色的概念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50抽来哦，抽到了，第三抽就有了，这个是 outfit， 所以它这个是造型，除了得到造型之外呢， rank 也是提升了耶。但有外观的是不是只有 Fubuki， 其他是不是没有呢？那 EN 组的 EN 组的有耶，林奇森有没有？林奇森目前也还没有哦，所以这边造型主要是从 EN 组那边开始的。那我们从 EN 神话组的造型来看一下阿美，阿美的话哦，另外一个新衣装哦，这个衣服另外一件。然后伊娜的话哦，也是画师帽的造型，它其实都是他们的另外一套装衣装哎。然后这是猫耳，就是脱掉他帽子的造型，猫砂造型要15块哦，所以这个结晶就是可以换角色之外，就是15块就是造型这样子。那死神的话，另外一个 Rapper 装哦，帽子的，然后变成高马尾。那 Kiara 的话也是猫装，对，好像就是他另外一套的这个新衣装嘛。那刚刚有稍微看过，再来看一下哦，这边圣诞装 ，Iris 的圣诞装，然后老鼠的话也是他的另外一个造型，有一个面具的造型。然后 Sana 的造型，他其实也是双马尾，对不对？再来这一个 Fauna 造型，这一件什么？这一件我不太熟悉耶，红有点红红的。然后 Mumei 的话是也是画师帽的造型，这个我有看过。然后 Crony 的话哦，也是那个新年的衣装吧，是那种有点类似韩服还是和服的那种造型，对不对？那大概这样各种造型，所以目前造型呢总共有11件。那有出造型的卡池呢，我想应该就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抽到造型了。所以这边呢，大家不用急着换，我们就先抽，先提升 rank。然后嘛，哎，有了，然后造型了，所以这个就省了一些这个结晶啊，这边 outfit， 然后这个也是等级就直接再提升一啊，非常的不错。那关于角色 rank 上限呢，它其实是无限的，但是能加成呢最多就是 20%。我相信我这个 rank 26了，但它加成能力就是 20%。那这个一直往上应该是可以到 99， 应该是没问题吧 ？Connie 已经33了。这边都可以看到你到底重复抽到谁比较多，好，但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次呢，就是先大家来看一下了我们新装还有新抽卡的各种角色啦，分享给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之后继续玩下去啦，大家拜拜。